啥？找袂到子琳？应该找的所在，阮拢已经找过啊。紧甲因两个老的囡仔已经出国去啊。杨永全遐个人，到底是将子琳带去倒位去啊？伊应该毋是想要用子琳腹肚内底的囡仔来威胁我。 杨司长，过一点钟，咱就要甲台湾集团签约，将这个开发袂掉啊，差不多要出发了。嗯，计划一个人去找，一定要找到出。是。各位当初，因为开发海港线的关系，目前顺达开发出现欠缺大量资金的情形了，所以我准备哦。 要从智慧开发的专利技术，以足够的计数，比台湾集团，这是一笔哦，足会好的交易。咱大家哦，唔若无需要继续为资金来还债，阁还会当赚大钱啊！交易，阮台湾集团哦，啥物都无啦，就是钱上多。我相信这边绝对是咱双方双赢的合作。 那是讲大家无反对，我即马来甲陈总执行长正式签约。等等，陈总执行长，请用意。小奈，各位当初，根据我了解，徐英泰原本是拍算要爱陈玛丽。 用金管的计数去买天鹰集团这间两个公司的股份，但是因为陈玛丽看袂上眼，所以许英泰伊就把智慧开发当作是红萝卜，天鹰集团当作是皮夹饼，做伙推销出去。许英泰啊，你就承认啦，你根本就是用盛唐的经济部来累积你个人的财富，对不？张全。 你要安装破欧啊，拢不要紧。哦，无你来解决正南开发欠资金的问题。你甲陈玛丽参详的计数，智慧开发一年就能赚到。你即马根本就是把所有的股拢权力打在头壳。总共一句，我无可能让你贱卖智慧开发，还佫有陈志玲即马伫我手头，你若是敢胡编乱签约，你绝对会后悔。 不过目前盛唐开发欠资金的情形，根本就无法子等到一年以后啊。董事长，咱莫怪伊，咱继续签约。徐太，你这只不管你未来婴仔的死活，我当然就要紧伊啊。要唔过算准准啊，恁无迄个胆敢伤害人的性命，尤其阁是恁这么亲近的人的性命。 我敢想也可以，我敢想也好听，也毋过恁无我的魄力，恁就注定爱失败。科长，讲得真好，这天下哈，就应该是你这种有魄力的人对吧？多谢总经理长的耳朵，来，莫怪，咱继续进行前面。 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杨全，用你这大股东哦，你的财富哦，佫增加袂少啊！你这个人真叫可袂见笑，所以我的投资。
现在给你嫁好人。你哪会这样讲啦？我真正是很好心哦，想要替大家哦解决目前哦欠资金的情形啦。再者讲啦，你这天才这么厉害，再者创立一个新的公司，应该嘛不是哦这么困难的吧？各位，下晡钱队会入来盛唐红塔，相信咱大家一定会合作愉快。全因那边个这里怀疑，总之，信长，我已经替你哦，将两个目标拢贴落来啊，恭喜你哦。要唔过，你应该要个会记，你要买天集团三成的股份啊。可能诶。你可以介绍，敢袂相关？只是要你天鹰集团三成股份的钱，就等于当买两个天鹰集团了呢。讲实在啦，就算讲你拍一折，我阁嫌贵咧。执行长，我是从盛唐要阁智慧开发这两只机械部双手捧互你呢。这以后你能得到利润，我保证啦。绝对哦，是比十月天音哦，更加值钱呢。我再讲啊，那你已经讲好啊呢，用这种介绍将智慧开发卖给你，你已经占巨大的便宜啊呢。放心啦，我唔是那个单身的人，我系招聘照镜，以后咱阁有真侪合作空间。没事。执行长，手下表我的部分，我能给邓阳登好啊，都等你用意了。有，已经签好啊，已经电话伊啊。好啦，即马有等你总部，当地因赶紧将钱汇入去指定户头。是。美香，那做你位。是。总经理，这两天哦，有你的大三工啦，所有交易哦，拢真顺利进行。证明哦，咱两人合作确实是较有默契哈。这以后若是台湾集团哦有看到任何目标，我拢真荣幸会当继续为恁效劳啊。希望哦，这只是个开始啦。以后能够有更加多合作的机会啊。而且什么？而且听讲你离婚啦。你是一个这么水的查某人呢，啊，一个人哦，爱管理这么大的公司，还佮我这么侪员工，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呢。咁可你的身躯边可能无一个男性哦来保护你呢。柯达，我承认你是一个真有魅力的查某人，啊，不过无需要四界乱放电。我唔是十八岁，无遐高兴准啦。唔是每一个查某人拢会食你这套。其实可待，我感觉即摆对你来讲上重要的唔是钱，是主事。所以
伊个少年某才当好心尔，爱顾好条。只是我感觉伊个少年某对你敢那无遐尼啊虚张，我是好意想要提醒你，这外表看起来愈单纯愈无辜的美人，可能是上爱恶毒的，爱注意哦，千万唔通死在伊手头。总之，长，多谢你的提醒啦。其实哦，我一直都有在提防子林啦，都趁着这个伊拢掠走啊。我嘛趁这机会哦，拄好观察伊。确实讲啦，伊对我是真心真意的，那呢哦，伊一定想办法赶紧走出来，跟我联络啊。所以我一点都无着急，我就等你看，看伊后一步的行动。贵，我今麦等下贵宾哦，伫遐开会呢。你哪会安尼直接弄起来？徐英泰，你甲浩杰藏伫倒？我哪会知影你好心伫咧倒位啊？你敢会想过好笑啊？家己的好心无去啊，煞走来遮找阿土啊？我才想要问你，你到底什么时阵哦，要将查某囝下落甲我讲啊？我，你安怎？我见过你。你也是赶紧让查某囝幸福啊！那无，张义父嘛无少等于干个，我得直接回去太平间。徐英泰，你这种在你的个性，我哪敢跟查某囝认你？你的查某囝若是知影，伊的爸爸是你，伊一定比死搁较痛苦，甲浩杰同款，希望你离愈远愈好。你回去。我要安怎跟查某囝相处，那是我的代志，无需要你管。这摆是你嘞，你自头这摆你欺骗我，我讨厌呀！这摆你好心无去啊，嘛来找我讨。查某囝去了，你嘛唔肯跟我讲。这摆是安怎？你是唔甘要放弃，做苦太太，敢享受荣华富贵？也是讲，因为你后悔离婚啊，所以借这个机会继续跟我勾勾缠，想要跟我恢复旧情心？你别笑想啊！自从我看到陈总执行长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在这世间哦，还有一种查某人，有另外一种迷人风情，还有美丽。我才发现，原来过去我对你遐尔痴情，真正是浪费我的感情甲时间。徐英泰，你别随便啊！我只是人上欢喜的一天，就是离开你的时阵。你俩尊，我甲伊许太太的生活，你都真正想唔到啊！你和我生活上的享受，送我礼物，对我来讲都是笨手，因为迄拢是你用垃圾手套才得到的。徐英泰，我真正感觉你足可怜的，因为你的身躯边根本无一个人是真心对待你的，所以。你永远都唔知影，什么叫做问心无愧、心安理得？我是不是心安理得？无需要你来替我烦恼。你敢听我清楚？我今麦家里已经无任何交集了，我嘛无需要继续浪费时间跟你遮废话。你听好，赶紧将我查某囝交出来，莫伫遐后壁乱讲话啊！若无，我叫你过来，叫你豁出去。妹，我家己会走。啊！不过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敢伤害浩杰，就算拼我一条命，我也袂放你走。